嗨，各位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做机构二的一个四足行走机器人，它属于 M 字型交叉连杆动作，然后我们总共全部有从16页到18页，总共才3面而已。它这个解答，如果你有做过的话就不难了，如果第一次做过可能是有些可能还是会要稍微看久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照这个书本上的教学方式操作。这是完成图片，这是零件准备材料，吸管的材料零件数，组装步骤。那组装步骤的话，有些会因为重复关系，所以它就缩减掉。像这边有做左右两侧，做单侧，可以要搭配它的数字，它的数量来做个准备，还有相关连接套件等等。你按照这个东西做完之后，大约半小时内即可完成这个仿生兽。首先，我们按照这个准备材料，按照这个马达盒盖、驱动背等等，我们利用这个纸盒子，像这一样，准备好它相对应的材料，驱动臂、O 型环、断面钉扣、一插件、二插件以及关节扣。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动力机构部分 TT 马达盒盖以及电池盒。好，接着我们就要开始剪接这个我们的一个吸管。吸管的数量在这边，吸管建议是由长剪到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长的吸管可以变短，如果你剪很多短的话，到长吸管的一个长度就剪不出来了，所以先剪长的再剪短的。那如果再方便一点的话，可以购买那个吸管裁切器，它剪起来会更方便。不过剪刀对大人来讲也是 OK 的，对一般学生来讲也是 OK 的。我们训练他的手指灵巧度以及长度测量。那在精准度的话，建议你是要尽量精准，不要误差上一两厘米。我相信各位差一两厘米的话，勉勉强接受，但是不要差个一公分两公分，那就做起来可能会怪怪的。好，那然后我现在就把这段跳过去，直接跳吸管裁剪的部分。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现在把吸管裁切完毕了，按照书本的数量予以裁切 8.5 4公分3公分2公分的吸管段，我们核对掉这数量。如果当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行组合的动作。然后先把零件放旁边。那首先我们照课本的一个方式来找相对零件，我们把零件放旁边一点点，再比较好操作。好，课本第二下方，一定要一一比对。真的是一，这应该几乎快要一比一的。如果一比一，也许会更方便一点点。在这个电线缠绕当中，我们可以拿一个橡皮筋把它缠住。那这个电线看你怎么缠绕的。做个暂时的固定，因为这像是类积木的方式一样，我们可以重复的组装拆解。好，首先我们找出两段3公分以及一插件，把它组装在这个尾部的地方。当你把零件放好之后，你会发现到接下来好像在装修功能一样，我们只要慢慢的放进去就完成到我们要的东西。放进去，然后我们这个吸管套进这个地方是吸管是圆的，这个柱子是方的，前面有倒角，倒进去之后非常紧密，这一插件，那接着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是有差别的，水平以及垂直于这个桌面，我们采用垂直方式，因为它带回穿根吸管，当做它的一个连接器。那什么垂直的，那我们只能用目测方式，这不行的话再稍微做微调即可。再找出一个 8.5 公分的地方，8.5 公分的吸管穿进去，这地方你发现到它是松松的，可以轻松的穿过去，几乎是，但是略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力。再是曲柄，曲柄要套2公分的吸管，
那吸管就把它套进去哈，好，先套曲柄。曲柄记得哈，我们在前进方向怎么看呢？一个一前一后，好，一个一前一后，什么叫一前一后？像自由式一样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。如果右手在后的话，左手在前。我看一下前后关系，好，前后。那我们可以开个马达，开电源的话，它转动一下。那假设这人的一个头在这边，那自由式呢，往前转，那相近从这边看，那属于一个逆时钟方向，就会往前进，可以吗？自由式仰视的话呢，那就是顺时钟转，就会往后退，那一般来说我们以头为方向往前进。好，那完这曲柄之后，我们套这个吸管套进去。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身机架的部分，像我们车上做脚的部分，那脚部分分隔页，真的只有三页而已，一下就完了。组装说明大概只有一页半了。好，那我们必须装上一欧环，欧环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之前所说的，我们来固定吸管用的。好，来固定吸管。然后欧环它会有个特性，你会有点紧致度，因为它里面有个六角形的一个倒角，我看一下，把内凹起来，这不是一般 3D 电影所能做的一个品质。那它必须要稍微用力推才推进去，它那吸管微微变形，这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相对平均的感觉，好，然后目测一下，你要拿尺去量那就更好了。不过我想说目测的一个效果应该也是可以达到的，好，2.5 略。好，来看一次，稍微超过一点，好，这样差不多一个平均的状态。然后接着我们要做欧环有两个，第一是固定它的，不让它跑掉，有点稳固的作用。那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欧环的话，好像有些是可以稍微，就少一两颗也可以自己斟酌的来使用。这吸管缝纫术就让你练习，在欧美国家国外的话，他们是直接自由创作，好不好是一回事，重点学生可以从动手当中得到一点，动手做的乐趣。好了之后，来这部分好了，我们还做脚的部分，把这身体部分先放旁边。那脚部分这边有想说前脚、后脚。跟中间交叉件交叉的方式组合，那这部分我就先用快转方式来做一个呈现。